眼泪的味道，曾经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年，我不曾想到，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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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会让我失控没办法。哦，这招厉害，一摔皮一摔，哇，在这里跳踢，然后一踢就啪啪一声就倒了，一二三，黑曲交，最好的结局 ，music。成熟，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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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会让我心烦乱如麻？冷漠不再执意抛开，都因为我不能自主败在你脚下。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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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会让我失控没办法？悲伤不再，一切从来都因为你是我世界中唯一的花。导播刚才讨厌我们那歌放的有点赶，对啊，没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之前就唱校园，什么状况都碰过。对对对，刚刚我们讲到偶像团体，好像到最后都会分开哈。其实我们当初在组团的时候，就有预计到有一天会分开了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们的新团名叫做 Happy 五四三，对对对，因为五个、四个、三个嘛，哎呀，然后两个这样，哎呀，一开始成团的时候想法，因为那时候是五个人，其实就很单纯，嗯，然后就是想说大家在一起，为了共同的理想跟目标一起去努力，嗯，但其实有些时候发现，因为真的。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嘛，对对，就像之前合约的事件，事事难料，对，发生那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是哭惨，对啊，然后也很难过，而且也不是你们故意去弄的，对啊，都是我们经纪人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其实那个托罗离开的时候哈，嗯，其实造成你们其实心情也好啊，什么也好，并不是那么快乐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谈这个事。这个问题，对，真的，对，而且就是不管对媒体也好啊，或私底下，大家都尽量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一个疤一样，大家不愿意去管它哈。对，就私底下会讨论，但是其实在这个台面上，就大家也不太愿意去聊。那现在你们跟 Toro 的关系是怎么样？现在其实还不赖，蛮好的。对，还有联络了。哎，有恢复联络了吗？有，哎，那就好。前天还昨天还在 MSN 上面聊天。对。那其实这个事情在。你们当初不谈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彼此尴尬吗？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，你是最尴尬的一个，真的是。我跟坤达都蛮尴尬，因为认识他最早是认识他，而且还没进 Energy 之前就认识。对呀，对呀。那你们那时候不谈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你们不可能永远不去管这个事啊。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这个尴尬？因为第一次的交谈是最难的嘛。对，后来第一次交谈好像是在。KTV 啊，对，就是约刚好朋友，哎，对 ，Toro 也出现生日这样，然后呢讲什么？然后就还蛮开心的，就大家互相聊最近怎么样，他的近况啊。他说他们也要发片了嘛，对，就还彼此加油，彼此加油，加油，那就好，那很场面哦。那时候我们在拍戏，他们多厉害，不知道 Energy 的魔力啊。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要拍一场戏是在打篮球，然后哪那么多临时演员。哇，都是 fancy， 他们只要一招起来，我们几月几号在哪里拍戏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啊，顺便帮帮我们忙啊，什么，满满的，吓死我了，哇，好厉害，因为那次是你有演嘛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是打球是你嘛，对，他是演护士嘛，谁演护士啊？男护士啊，男护士啊，对啊，我以为男扮女装嘞，他也有，他也有扮月光仙，他可塑性很高，真的，昆达扮起女人应该蛮美的哦，没哇，去泰国发展好了。你们刚刚都一致认为他的粉丝比较多，嗯，那你们其他三个会不会讲？对的，最厉害的分析都在你身上啊，眼红了，还好还好，对啊，都不会，还好了，拍戏都没有来探过班。有客串的，哎，我也有，哎，对对，我还帮你开车，哎，对啊，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我弟都去帮你开车嘞，对对，他那他弟还帮他开，我弟真的他弟很辛苦，他没有别去帮坤达开车，牛奶都不辛苦，他弟比较辛苦。你们那时候是刚好又在弄另外一个片子宣传，对对不对？上一张又宣传，然后又嘎戏，然后又上课，对，所以他那时候最高纪录五天没睡，好可怜哦，每天来跟尸体一样，就开始都五天没睡了，没有，他是两个工作嘛，对，然后要上课，然后呢？记得有上一个这个娱乐新闻，然后睡着，镜头 take 他，镜头 take 他这样，现场直播，现场直播，然后在飞机上面插那个餐包，有没有？嗯，睡着，然后吃饭吃排骨饭，排骨放到嘴巴里咬一口，然后还去拨他下巴，然后这样起来就不爽，
出道的时候啊，创了很多记录啊。有哪些记录？印象中还有没有？我创了好多记录。最短时间站上这个中正纪念堂开万人的演唱会，那时候要连署几万人？一万。那时候连署是连署了六万。哇！我很多歌迷都是到西门町去找人家帮忙连署，东区啊，去帮忙连署这样，然后还写旗子啊。干嘛要连署啊？就是要为了要开演唱会哦，就是你们要连署到多少人？对对对，是聚集人气的一个方式。对对对，那是一个，还有呢？还有一个。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以最沙的舞蹈团体出来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舞蹈就是很炫很特别，哦，比较 man， 对，而且一开始啊，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凶神恶煞，很难搞，因为我们在拍封面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这样酷的，对，很凶，对，很坏，有没有？像这张也是啊，好像一直凶到现在，好像欠钱的，对啊，这个是讨债公司的，电台哥电话给一下，好，有句话不敢问。不过这样也是创造你们自己独特的风格了，对，这个团体，其实啊，你们还有一个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这个团体真是诡异，史上最爱哭的团体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是 Energy， 你们好吗？ Energy 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。受伤的翅膀总有一天会慢慢慢慢的变好，能飞得更高，当失去你的依靠。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。哇，你是正在拍 MV 的时候就病发、啊？对，就那时候好像一个动作是跳起来跳踢啊，然后一踢就啪啪啪啪一声就倒下去。哎呦，然后后来还额度伤害，其实那个救护车还开太快了，然后还吹到他，嘣嘣嘣，真的。没有，那是后来有一次出就是拍戏的时候出车祸，然后躺在地上，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医护人员走下来说，你还能走吗？我说躺在那边看着他，我们怎么叫救护车干嘛？这个也对。然后上车之后，他也没有把我固定住，就突然他闯红灯，就紧急刹车，就砰，我整个人又冲到那个撞到门上面。哎呀，对啊，然后二次伤害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这个特别容易哭人。那你们那个第一次万人演唱会的时候，你们不会紧张吗？哦，紧张，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后台不知道前台有多少人的时候，就是升降台起来是这样，有没有跟偷看？偷偷看，嗯，偷偷看，真是唰，把下面吓到，吓到，当成是西瓜就好了。那可是他们一起这样哇，一起叫说哇，很爽，爽，感动啊。所以说你们那时候那一场的表演应该是你们永生难忘。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 ending 的时候要坐升降台下去，然后我们五个人就抱在一起要哭，哭就哭。然后之后晚上去庆功宴也是抱着一起哭，太爽了，真是 end 哭啊。哎，除了他受伤之外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觉得很痛苦的事情？有很多，昆达也有，也摔过车，也摔过车，因为歌迷的，你看手上这个蜈蚣，哎呦，歌迷追车，对，那你干嘛？你逃走？我也慌了啊，就突然转一个大圈，然后哎，怎么对面有车来？然后就砰就撞了，然后那时候戴了全罩安全帽，然后就是又是公众人物，然后。又不敢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就拿手机就塞进去，就打给我们宣传。一样的口，跟苏伟一样，救我，救我。那今天呢，大家都不要以为这个偶像团体啊，就只会跳舞，对不对？跳舞我们今天就不考虑，我们要来一个才艺表演。哦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首先呢，先请牛奶表演跳舞。没有，因为牛奶跳舞跳真的很多年，而且牛奶有一个很心酸的过去哈。我记得我们那个制作人跟我讲，他以前就哎那个牛奶，那时候你还没出道的，对，给他3500，哎他就头转的转。哦，没有，3500是800，800而已，800，骗子，超难看的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跟我的那些朋友一起去，那时候就是会在全台湾的 pub 巡回表演，那时候就跳什么 Magdalena 什么那个年代啦，然后结果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跳霹雳舞嘛，然后我是新进的，然后那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是领1000块。然后我就他说，哎，你新进的啊，你要给你800啊。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跟那个经纪人那边挥，我就说，可是我头转可不可以加200？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规矩。然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，一路也是，其实，所以我会比较了解到这些这个跳舞的人的一些辛苦。来哦，我们现在先请牛奶。
摔皮摔，再推轮，没有没有，哇！谢谢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听说你还会花式跳绳，是不是？一点点。气。牛奶发掉，发掉了，跳得不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叫你跳绳大哥。那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跟他 go。哦，哦，会，很会，很会，会，很会。哦，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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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球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感谢我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哎，再接回去。接不回去了，还接回去了。你打篮球打多久？打篮球是从高中才开始打。你以前是校队对不对？就是有加入。哇塞！因为他脚受伤，因为他之前有练舞，然后脚扭到，然后其实到现在脚踝都还是肿。啊，真的有差？真的假的？对。哎呀，你们真的要好好保养身体啊！这么年轻，全身都是伤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健康最重要。你要模仿谁？陀中康干嘛模仿？有开吗？有开吗？我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要送给你生日的惊喜，你越靠越近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杜德伟啊，杜德伟啊，弟，认真的。Happy Happy Surgeon, Happy Happy Surgeon, 整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Happy Surgeon, Happy Happy Surgeon, 整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Happy Surgeon, Happy Happy Surgeon, 整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Surgeon。第一次在就是电视上面表演我们的新歌《眼泪的味道》，对，嗯，我好感动哦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唱什么歌呢？《眼泪的味道》，好，开始。要解散，对不起，要解散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还好啊？你默契了，光听我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，曾经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年，我不曾想到受伤的翅膀，总有一天会慢慢慢慢的变好，能飞得更高，当失去你的依靠。我想我知道眼泪的味道。因为其实真的很舍不得，因为三年的时间其实，对，其实现在有点，其实真的很难得，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有像我们这四个人，应该说五个人有这样子的经历，对，我觉得我只能用一个方式来表示，对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一起加油，最好的结局，最好的结局是。将来你来帮他们制作唱片，对，这是我一直都很希望。OK， 谢谢 Energy，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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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